操盘战将。大家收看操盘战将，来看这画面，上市上柜，精彩科、南纺、东讯、金城、台火、毛宝、达能，哦，太普高、新厚、富益、建伟、讯联机、三丰、印拓，老师，这些涨停板的股票怎么都这么陌生？怎么都是涨这些股票啊？为什么是这些股票涨停板？很简单，因为你都没有，因为很多人都没有，很多人都没有这些股票啊。如果说今天有人说，哎呀，他有精彩科，他有南纺，他有太普高，他有新厚，我都跟你讲，哎，骗笑，哎，骗子啦，骗人的啦。你们有的是什么？很多分析师有的是什么？有的是这个啦，这个啦，我以前常常跟各位讲，股市它就是一个心理学的一种反射，一种反射。你们的心态，你们操作的看法、做法，都会反映到股市里面来。当之前00939，你还记得吗？市场上很疯狂，然后哇塞，好热好旺，大家要解定存，大家要抵押房子，拿出一大笔的钱集资拿去买00939还有00940，那时候多旺啊，讨论度多高，每天的新闻都在报道，然后证券商哇都在宣传，然后网络上 YouTube 好多的网红哦，网红哦，还有网络的分析师哦，哇，都跟你介绍00939 00940，然后呢，给你介绍什么啊？成分里面的成分股多厉害多飙，好热好热。结果呢？哇，那时候讨论度，市场上的版面，如果不讲00939、00940的那些分析师，如果你不讲落伍了，你落后了，你逊掉了，结果呢？然后现在，哎呀，老师走空了，崩盘了，崩空头来了。哎呀，我移啊啦，没什么好玩的，好冷哦。我感觉到现在市场上有点那个冷度已经开始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冷到我都快想穿外套了，哦，快把我冻僵了，好冷哦。哎呀，你们的心态就是说，哎呀，上个礼拜跌了一度，跌了1000点。然后台积电的法说会不如预期，哇，台积电怎么会讲这样？台积电说，哇，三个下修，对不对？车电、半导体、晶圆代工不如预期，哦，这家报纸也是这样讲，下修半导体，全球半导体掌握，哇，这个利空一出来，一出来，然后我看了假日礼拜六、礼拜天的网络节目、网络的财经节目，很多投顾节目。还有一些我有去打听一下，打听一些，我打电话给一些我认识的营业员朋友们，哎呀，你们手上的客户这几天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心态是什么？他们给我的一个讲法，告诉我的一些说法，真的，你们好悲观哦，你们好负面哦。所以哦，当我看到很多散户的这种现象，真的跟你不一样，真的跟你不一样。我要谢谢，我跟你讲啊，老师你要谢什么？我要谢谢今天有些人
把一些好的股票打下来，打下来，让最近新加入的、新跟在我身边的人，他们有便宜货可以去捡，可以去低接。我要谢谢，我要谢谢今天有些人把我的股票打下，哎，我的股票也有下来啊。啊，我会不会就不讲说不都不了了？不会啊。哎，我不会像其他分析师啊，哎呀，下跌不讲，然后讲哇，我的股票涨停板了，骗笑哎、欸。有啊有啊，这种人很多啊。你去看今天投顾节目，各位引恶扬善，报喜不报忧。你跟着他们走，你会找到厕所啦，就好像哦这只一样。当时在那里跟你讲的神机，一定以后啊，一定会有神机啊，各位，神的奇迹会出现，这只股票一定会包你大富大贵，各位。想翻身哦，想赚车子，想买奢侈品，就靠这只就好了。你找到几间呢？我不是给你考试，也不是给你讽刺挖苦你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各位此时此刻你千万不要气馁，你真的要找对方法，找对人。我知道今天大盘跌了115点，哦，跌了115点，你的心态，你我跟你讲，你心理建设已经快要溃体了。你不稳，你忧愁，你会担心，对不对？你手上的股票呢？该卖还是该买？我总不能每天一直介绍新的股票给你，新的股啊，旧的股票怎么办？哎，有些分析师就这样，哦，每天跟你讲涨停的股票，涨停的股票，旧的股票怎么办？如何处理？忘了。啊，反正那是你买的，不关我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这样对吗？你觉得这样对吗？哎，我的股票今天也有下来的啊，比如说这一只，对不对？荣兴，哎，你看被打到跌停板呢，哎，早上的时候还在这边，早上还在这里耶。老师啊，你们有没有出？你们有没有出？老师，你们有没有出？老师，你们有没有卖？可以讲吗？我以前讲过，我在电视上，我告诉你，我买股票我会跟你讲，我卖股票我不会告诉你，因为那是跟在我身边的权利。啊、不然呢、欸？啊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讲我买进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讲我卖出？啊，就不用参加啦，你看电视做就好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看电视做就好啦，交代的那么清楚，什么时候要卖，这是跟在身边的权利。所以我常常跟我讲说，你跟紧一点，靠近一点，跟在千俊身边来拿我的股票，这样做是最好的。啊，你就不会在这边的时候来问我，打电话来问我，老师该怎么处理？老师，你们跑掉了没有？你跟第一时间更好跟紧不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今天很多股票被打到跌停板呢，我的也有股票也被打到跌停板了。熟，我跟你讲啦，各位啊，股市啊有相对论啊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跟股市的相对论不太一样。股市的相对论啊，是有涨必有跌，有跌必有涨。我看到有人对那个辉达、对美超伟的下跌，然后在那边哦拿放大镜在那里解释。拜托哇，人家辉达跟美超伟已经涨多久了？拉回来，我认为是非常健康合理的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拉回来本来就应该拉回来。哎，你们总不能每次都是一直涨，一直涨都不休息吧？啊，三一元月也要涨，二月、三月、四月每个月都要涨，一路涨到年底，中间都不拉回休息一下、哦，不合理吧？所以拉回本来就是很合理的、啊，对不对？这里的拉回，我跟你讲，这边的拉回，我认为跟这边的拉回是很类似的。这里的拉回跟这里的拉回是很像的，涨了两三个月拉回休息，涨了好几个月拉回休息，这本来就很合理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你们现在在这边，因为空方气氛很浓厚，利空的新闻很多，要么就什么，
他们就跟你讲说，哎呀，台积电法说不如预期，要不然就跟你讲说 FED 可能明年才降息，哇，然后呢再跟你讲说，哎呀，中东战事，伊拉克更正，以色列攻击伊朗，上个礼拜啊，哇，这些利空真的是动摇人心，很多人都没有信心啊，很多人都不停在问啊，哇，怎么办啊？是攻击核设施？问题是没有嘛？你不觉得以色列、伊朗、美国这两天很安静吗？你不觉得他们很克制吗？发泄一下就好了吧？他们都没有要把那个什么、那个，好像意愿升高的感觉，敌意升高的感觉没有嘛？我认为差不多就结束了啦，放放烟火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就结束了啦，这个应该可以消除了。啊，这个呢，明年降息，我告诉你，降息还是明年降息才好啊。今年降什么？其实我在看美国的经济数据，我也觉得说，啊，你的就业状况好，啊，你的 GDP 也不错，啊，民众消费水准信心也是提高的，为什么要降息呢？啊，目前通膨还维持在稍微有点反弹嘛，有降息的条件吗？其实我在看美国，我觉得说好像没有啊。我看到最近美国的零售销售数字很好啊，啊，干嘛要降息？如果说美国经济出现了软着陆，或是它的企业获利能力不好，大家都在下修财测，你这个降息就是什么啊？就是有道理嘛。可是问题是现在，我说实话，我觉得明年才降息，那这段期间来讲的话，我认为这对美国股市是好事，欸，我不认为是坏事，欸，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是利空哦，各位，这跟伊拉克这边一样啊，跟这伊朗这边一样，不是利空，我认为这也不是利空啊。那至于台积电，你说这些不如预期，欸，人家老实说先跟你讲了，他没有隐瞒啊，他不是等到五月六月才那里报嘛，没有嘛，人家就先跟你讲好了嘛。所以反应一天两天就差不多结束了，啊，各位，你看台积电今天如何？跌个八块还好吧，没有像那么大跌了吧？季线在这里也差不多回稳了，而且外资开始在送暖了，各位，外资在纷纷调高哇台积电的目标价，奇怪了哦，为什么法说完毕之后外资要调高台积电的目标价？为什么？花旗啊、大摩都在调高，哎，为什么调高目标价？为什么？他们看到了什么？他们知道了什么？啊？他们知道了什么？就算这些不好啊，它好不好？还有别的产业会很好嘛？还有别的产业会很好啊？所以，我看到外资在调高台积电的目标价，甚至调到1000块。我觉得他们在这里调，这才是对的事情，不是在这边调，在这里调下来，这才是对的。这才是正确的，所以我认为台积电，各位反应一下也就差不多了，利空消化个两三天，啊，这里寻求止稳，各位注意哦，我再讲一次啊，没有那么差啦，真的啦，中国那边也没有那么差啊，台湾这边也没有那么差啊，啊，现在老师现在跌下来是因为什么？非经济因素嘛。然后呢，心理的因素，还有城市的卖压，看到有些股价破线啊，破那个转弱点跌破的时候，城市卖压出笼，那很多股很多，其实很多股票都跌得很冤枉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必须要讲啊，各位啊，当股价不合理下跌的时候，大好的投资机会即将来临，买股票的时机要跟大多数投资人想法相反，就像00939，大家都要一窝蜂去抢的时候，我不要啊，我不想买啊。00940也一样啊，大家在抢的时候，大家要大举认购的时候，我不要啊，我不想啊，我要跟你们相反啊，没有错啊，真的是这样啊，对，真的是这样啊，啊，现在很多股票不合理下跌，各位啊，我跟你讲，当别人犯错就是我们获利的机会啊。悲观里买进价值股就是投资的最高境界，超跌会有超额的利润。老师你在呼口号，那青菜公公，嘴巴讲讲，这我也会讲啊。例子呢？
各位你看四星啊，3661的四星，如果是这一支股票啊，我会跟你讲这句话、啊、超跌会有超额的利润，我就拿四星啊，以前我们做过的股票，我们获利满满的股票，它拉回来了。像我跟在我身边就问老师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它再买回来？老师，我们要不要怎么把它买回来？如果台积电说 AI 今年会翻倍增长的话， AI 今年会独领风骚的话，那 IP 股的四星经过这一两个月的一个拉回来的话，各位甜蜜的价位，甜蜜的价位。当然啊，你们现在看到这个现实你们觉得很差嘛，看到现在大盘的这种气氛你们觉得不好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啊，我再讲一次啊，跟你不一样，你们看坏，那我就开始来看好了。对，你们认为现在这个盘不好，各位，有人不是这么看啊，有人不是这么看啊。所以我跟你讲啊，注意啊，新的 AI 或者是先前有跌下过来的 AI 股票，你要注意啊。我跟你讲，安国，今天安国8054的安国，对不对？也有下来嘛，也有下来嘛。安国，还有神盾啊，神盾也是啊，神盾今天也跌很多啊，对不对？先前我们操作的，我跟你讲，还有立台也是，立台、神盾、金利科，金利科今天被打到跌停板被打到跌停板哦，各位。我跟你讲，英记大涨两倍 ，AI 的股票 ，AI 的股票，今年绝对是主轴。即便台积电法说会开完，我认为 AI 还是今年的主轴。有关于 AI 的股票，你看这支佳能，因为 AI 啊，今天拉回来了，今天拉回来，可是之前的表现可圈可点，短短几天50%，快要50%的空间。各位，我跟你讲啊，现在啊，你的眼睛要睁大一点，有些跌下来的好的股票，被错杀的股票，有些股票冤枉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些股票我啦要带这边的人。当然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带你去买啊，你想知道的话你就在那里面问，好不好？我要去买，我接下来我认为这一次的拉回来又是一个财富重分配最佳的时间点。我认为这次的一个错杀、恐慌性的杀盘，或是急跌赶底的阶段，它将会造就很多股票的黄金买点。黄金买点，讲到这边，我不知道你怎么看，你应该会觉得有点意兴阑珊，会觉得有点听听吧，真的吗？半信半疑吗？对不对？甚至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接受，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。因为今天空方气氛很浓厚啊，所以我现在在说服你啊，我现在想跟你交流，然后再跟你聊一聊。各位，此时此刻真的不要那么怕，不要那么担忧，不要那么恐惧，这是市场在对你的一种磨练，在吓你，在恐吓你。我告诉你，接下来你只要买对股票，像这一支。这一支将会把你失去的一次要回来。你这几天，你这阵子，各位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这阵子失去多少，你自己去算一算。来，用我这支股票帮你反败为胜。
假日的宝贵情报，今天礼拜一、都知道了，趁利空，利用利空空方的气氛，低调的慢慢的哦，人气我取，你丢我捡，这一支涨停新名牌，这一支股票各位会把你失去的一次要回来。你这阵子操作股票，我知道你碰到的麻烦，我也蛮喜欢现在的这一种氛围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凸显我的价值。我说实话、先前在之间在涨的时候、你知道吗？你可以看的那个频道很多，你可以看的管道很多，你得到股票的那个资讯很多啊，那 YouTube 上面一大堆嘛，对不对？脸书那里也有，脸书也有哦。然后呢，脸书，我看到脸书最近还有什么教你做当冲，哇，拿的股票都是什么很最近期很强的股票，骗笑，骗人的啦。那么神，你那么神，你还要去脸书教人干嘛呢？自己做就好啦。现在那个诈骗呢，好，不要讲说诈骗啦，你知道吗？你之前就是看的东西管道太多了啊，结果呢？结果呢？结果你自己心里清楚吗？你现在手上库房套了有多少只？你都是去听他们的，尤其是盘中节目，那个主持人跟那个分析师有时候电话连线，对不对？还有或是有画面给你看，在家里用一个视讯的方式告诉你，我最近跟你讲哦，现在有什么股票很强哦，哇，一讲那个盘中那个股价砰就往上冲，没多久，又下来了。刚好被人家出货，被人家出货，傻瓜，真是算了，我不想讲，我不想去挡人家财路啦，真的啦，我这样讲会得罪一些人啊。我告诉你，各位，跟好跟紧，跟上清军的脚步，你跟着我就对了。你现在想反败为胜，各位，你现在因为股票亏钱，你不要去投资，你不要去买那个选择权跟期货啊。再凹下去，用更高的杠杆，那个输得更快，那个输得更快。你相信我，每次都这样，我经历过太多那种多空循环了。当你股票输钱，你就会想说，把剩下的钱拿去买选择权，拿去买期货，凹下去，拼下去，死更惨，输更快。你来拿我这支，各位相信我，你来拿我这支，将会把你失去的一次要回来。广告中的电话，涨停最新的名牌，来电，这次股票送给你，好好把握。进广告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
操盘战将。各位听我的、啊，你拿我这支股票、啊，不要再把你剩下的钱去买什么？哎呀，我要买选择权，买进卖权，买进买权，跟他拼了，或买期货。不要啦，你不要这么做啦，真的，你不要这么做，不要意气用事。你现在冷静，来拿我这支股票，这一支将会把你失去的一次要回来。你只要买对标股，你只要买对标股，各位，现在盘面上的股票，谁是标股？还是下跌？而是这些股票这是涨还是跌的？你来拿就知道了。哦，你不要乱找偏方哈、啊！哦，你不要乱找偏方哦，病急乱投医，千万不要啊！这一支，你来拿我这支，把你失去的一次要回来。涨停新名牌，打电话，这支股票送给大家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